腿，两个腿，非常好，好，所以 OK， 所以 OK， 好，来，你脚下两块草，三，哎，脚下两块草，知道吗？好了，各位观众，因为我觉得为什么我们这边拼不起来，对不对？那我非常非常研判，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照这个方向去做，所以它这个各种凹凸不平。是吗？我就觉得它好像不同包是有一点点各种凹凸不平。这应该就是台湾路，台湾的那个八路啊，八路。没有啦，我们这样平台拼得起来。是，大家先起来，大家先起来，大家先起来。好，欣赏欣赏。好，然后这边好像就我们先四个人来上上，一人踩脚线，然后踩过去。然后呢？压路机对不对？这是人体压路机啊！我懂，这要磨的啦。有吗？真有吗？哎，其实我一个概率快了吧？用滚轮吗？用滚轮要滚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真相吗？我开始打了，下一位，下一位要滚吗？下一位。这样有点晕哎。哎，你不听风了吗？强森是上去了吧？我可以。啊！天天压你啊！下一位左腿都是这样，下一位再压我。快点，下一位在床上去滚去。你们是要叫我放放鞭子？你们叫我放放鞭子？今天默契的，我已经默契的，默契。那个我们没拉用完了、啊，我就想说要不要去买那个。你好，我在卖出去的东西不看见。这个没什么用。我可不可以单这个位置的话，那边坐椅子的人就压起来。你压压看看会不会掉？现在不会坏吧？你不会坏吧？昨天也是这样讲。我用小红书就把压坏了。明明就不是我做的，明明是你做的，谁都没证。然后就啪啪就坏了。兄弟，别闹，不会坏的。来，别闹，别闹。我帮你带这个椅子，我帮你带这椅子，你等下就看老皮怎么样坐上去。因为我觉得我的体重是算蛮重，所以如果我坐上去它没坏，应该是 OK。可是我会，你像我们直接压这边，它直接坏掉怎么办？要不要压边边一点？你压边边啦，因为主要算有坏的，算的啦。我们的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凹陷吗？可以吗？有凹陷，你拿起来看看，你拿起来看看会不会？你起来看看，你起来看看，是。可以啊，他是拿起来，可以，他是可以，他不会力啦。哦，那那个再用个布啊，或者我把它包起来。这边，现在这个的话就是椅子下面。可是其实我觉得还好哎，下面包一层布的话。对，我觉得拿个布什么，因为这个应该会恢复吧，对不对？还是他就，还是他就是会，就是怕说你坐上面然后用上撸的。其实我觉得如果现在包长布就还好，我觉得包布应该还好。有些人会喜欢坐两脚椅，然后两个膝盖。对，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坐两脚椅？这种人最欠打。对啊，拜托，做什么两脚椅啊？其实两脚有坏处哎，应该是不会，有时候还会自己翻倒。不是，因为这个，你看我在下面通一下，它就正常了，它这样已经没有啊了。我本来想说它是阿姆斯壮的，这样子揉一揉之后呢，又恢复一个正常。就沾口水泥一点就好。抚平就对了。对，没细纹。抚平伤痛吗？你先下面包一个那个包个皮带，包个。可是你一条多少钱？一条多少钱？一个脚包十块，那一张椅子包十块，不是一个脚就要十块，一个椅子四个脚就要40块，包两层就要80块，那我们十张椅子就要800块。没有，一个抹布10块，然后那个抹布可以包两张椅子。你要把它裁起来，但是它这个摩擦，买那个书院洗瓜洗那个锅子还，不然就是被人说我们把这整个店往那边方向移动，然后这边留座位给他们坐，椅子直接坐。对，然后这边拉过去之后，这边上面就最多就是只有放桌子，跟电脑。好，好，那那个什么，好，看到没有？我的妈！这好像是女生去修头发一样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可以直接来修的。然后他又问你说：“你觉得我今天怎么不一样吗？”没什么不一样，看起来摆烂嘛。然后就把他打女朋友掌上说：“他说看起来一样，他说看起来一样。”你要打麻将都没有去啊？因为你没有啊？不看起来一样，又转回来，不看起来一样啊？不用怪讲嘛，先捡什么东西啦？白话，这样捡的啦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？我是想这样子怎么样嘛？还可以啊，我还可以，还倒闭，我也想打的，还倒闭啊！不，可是你为什么要浪费那200块钱？看不出
啊，是我，是我剪的，不是我先剪。可是你的纤维你借的太远了，太远了，怕打到他，太远了，怕打到他，打到他没关系啊，来，我直接用打，我靠，所以买四组货，好，因为还买贵的，大概120多块，所以大概花1000块，哇，6块，600块。沙发椅了吧，这边，因为我们现在只是拿来当放电脑而已，然后其实大概在边都是沙发。我喜欢你哦，白痴啊，白痴哎，你喜欢你要我来一个爱的 pose 啊？对啊，亲，来这边，快点，怎么了？这样，你就站住不了，这样出去。
错。娘娘娘，我的帅，在于你，在于我的脸，懂吗？所以你在旁边。讲的，知名电玩家，烦的，知名电玩家实力。那个蛮烦，蛮烦的一个王子，你去啊。够了啦，主要而且你就是他跨行登上男人帮的，对不对？时尚杂志的，明明就是他们网页，又是杂志上面。啊，要是那个老爹拍什么姿势？他有拍，他有拍，你干嘛先讲出来啊？他有拍超 rock 的，戴着太阳眼镜，拿背着那个音箱。哎呀，超扯！叫一下。跳一下，就是好好跟大家讲，就是那时候我们就是拍照，对不对？然后那时候男人帮就跟我说，我觉得感觉你蛮宅的，然后我说怎样，讲坚持像我宅就对了。他今天来的编辑，他今天来的编辑穿的的确是蛮潮的啦。然后还说那我穿有一个比较样的感觉，我说什么叫做样的感觉？然后就后来他就说，那样，不然就扛这个音箱好了。然后我就扛着那个音箱。然后开始改，然后就戴个墨镜，然后后来就说，那你觉得，不然，哎，你买个机器，我说，哎，那我就学了 DJ 了，学到我可以怎样？有没？结果后来怎么样？没有，他说这不够，那我说那怎么样？他说还有点律动感，说什么律动感？我说那你就买房子那个机器，然后跳起来好了。我说，好，我就这样。我是这样拍，我就是叫你在身边这样拍，他说。我觉得画面好像还不够，我们再丢一只狗飞进来好了。我说我靠，这是啥？画面就是变成这样，我画面是这样扛的音箱，超重，超级重，真的很重，我单手拿，然后这样子扛着，然后这样就是身材都要长一样，样的感觉，然后要斜的，这样子，哟，然后就是狗飞进来。我觉得真的超勉强他，你知道我今天听摄影师讲最多一句话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你可以不要那么猥琐吗？正常一点，你可以不要那么猥琐的表情吗？直接飞到我脸上，再压一次，
这狗失败啊！对啊，我觉得狗有那狗有飞跃的感觉，有飞真的有飞，有飞跃的感觉。哎，我看到它嘴唇有一种微笑。来来来，再来一次，结束。好棒啊！每个到一盖就成功了，然后我们今天收台。哇，一整系列。我们要跑步。一整系列。好的。5、4、3、2、1狗撞墙了。狗被踹到。楼下抗议人，不行，年纪大了，那我先。
其实如果慢动作看，其实感觉很屌。你说 breaking 还是前空翻？ breaking。你说抢背的模式是吗？接啊，就是刚刚那个影片，直接跳起来的话，其实还蛮屌。你看有后腿，有后腿，有后腿，没有后腿要剪掉，后腿要剪掉。消防旗打拳，消防旗打拳。
方准备出拳的啊啊，一个美女，再一个子方，哎哎，有队友有吗？队友有，小黄旗打，这原地打的，太远，这也太远，这也太远，小黄旗打。玩出嘲笑节超好笑，这太远，这是不是假的？超远，我真的什么都看不到。不要，来，小黄旗打给他。对，小黄旗。哈哈哈哈哈。哎，再看第一拳没有假，然后这拳太假了。超级远。哎，刚刚第一拳打得很好，我觉得。各种原因。然后就那个破超好笑，超好期待这样，真的超好期待。你是我爱，超好奇笑点。超像消防局，除了会看电影，还会打拳。好，对啊，这好棒，好多镜头哦，超美男的。三折肱而成良医啊。不要先不要他问什么，所以他起来之后，哦，来你现在正在头转吗？头好痛哦！为什么屁股那么性感？哈这个动作实在是，头转，你确定头转是这样用的？他在骂你别人了，天哪！但他的手快折到的感觉，他手有种折到的感觉。啊，我们今天的这个整理就整理到这边了，郁闷。希望下次有机会再弄一些整理的东西给大家看，好吧？这超累的。如果大家对我们整理真的很喜欢的话，你可以在我的 FB 留言。多整理几次给他看，多整理几次给他看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整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老弟，还有我们的小黄跟雪兔、齐天瑞的跟大家哦，好，那我们今天的整理很辛苦，真的，希望大家好好支持我们的10月9号到10月10号的趴，不是，我们的开始时间是在10月9号的12点，所以。那一天是暑假，所以礼拜五的中午就会放假。礼拜五中午之前，其实礼拜五放假，然后我们中午会直播吧，回来就期待，好期待，好，拜拜。没有人要按关，谁忘了？关一下，关一下。我很想让你可以做多久。